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影子。然后今天呢，这次我要做的视频是一个木木安利给我的，说啊，你一定要看，然后我等着你。然后我就看了这个，这个是妈妈木绝不放手，他推荐给我的。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他们演唱会或者是哪一个节目里面的，所以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，然后让我知道。然后我们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应该是16年的时候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就，等一下啊，这是《绝不放手》的 MV，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吧，三二一，就16年11月3号。하나 남이 서로에게 주는 상처 주는 말 우리에겐 찾아오지 않았으면 해저 멀리 우주로 슝 보내버리자 오케이 너 지금 방금 웃었지 네가 없으면 나도 좋아 뭐 말이 필요해 어딜 가든 네 생각에 오늘도 든든해 다만 늘어나는 내 욕심이 널 밀어내지 않길 바래 오늘보다 내일도 사랑할까 너보다 혼자가 아니야 나는 너 나는 나 주는 것밖에 몰라 너 네가 원하는 건안 아프고 밝게 웃어주는 놓쳐낼게 I love it 이보다 좋을 수 있을까 너를 보면 함께 웃는 날 나보다 나를 더 잘 아는 너 너도 다 표현할 수 없어 지금 우리 사이 萝卜灯。这是写给粉丝们的歌吧？给粉丝们唱的歌。哇，这得多感动呀！还能唱歌吗？사랑해 처음 날 울렸던 그
受不了这种父母啊什么给的那种信吧，这种看了之后就会让人很想哭。我感觉妈妈木真的可能在那一刻真的是很幸福的，因为这应该是他们演唱会对吧，有罗伯海，他们身边站着自己最亲爱的队友和朋友，然后有父母的影像，有他们的发来的视频，然后下面还有一起守护他们支持他们的粉丝，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吧。然后能够感受到这应该是写给粉丝们的一首歌，真的让人觉得哇，这应该是一年多了对吧。然后我感觉木木们能不能看这个 MV 呢？会不会每次看都很想哭呢？我要是看一些 我偶像这些，我感觉哇受不了，就会哇哭。所以希望木木们乌鸡妈不要哭，因为他们肯定会是在那刻会是很幸福的、很开心的，所以你们也不要哭。然后谢谢这个木木给我安利的这个视频，然后啊这。木木叫什么来着，这个木木来我来说一下你的名字吧。这个木木是哪个呀，哪个木木呢？他叫行走的猫一，对。然后谢谢这位木木给我安利的这个 MV 这个视频，然后真的很感动，然后谢谢你，然后这次视频就做到这里吧。然后喜欢我视频的话可以点关注、点推荐、投硬币加收藏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。